兄弟，干嘛去啊？哎呦，我是来取货的，帮忙货拿一下。哟，还起范儿了，哥几个还看什么呢？赶紧给咱张大哥让路啊！老哥，像这种靠女人上位的垃圾，咱可瞧不上。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。看来你们今天过来挺大的，不是打你货，挨打。哥几个，把他给我揍成烂泥，扔进垃圾桶里喂狗。小堂姐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可是一尊传人，首富的救命恩人，你们也敢拦？小堂姐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就是我们工地上的搬砖工，遇他的工头都是我们的小弟呢。在教我做事吗？不敢不敢，快给张爷上货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是一个外卖员，他说你在仓库遇到了麻烦，让我赶紧过来。看来我被跟踪了，刘天要出手了。快回林家！你们谁？你们！大平头还在那儿，让我带走。是是。你还要炼制解药，就根本来不及啊！半个小时够了，我通知秦良敏，随后就到。好。武道功法，一术法子，玄门术，昊天神通，治！你终于来了，你要找的东西，我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拿去用吧。感谢先生。少了一位药材。谢侯先生。看见了吗？给我弄死他！给你们5000万，保证你们后半生荣华富贵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得罪了。住手！爸，刘师傅，少爷，他就带着少爷赶紧滚！耽误了小神医的大事，我要了你们的命！撤！哼，邪不压正，练了魅惑也难成大事。你以为我什么少爷才能就是告诉你去，让你们这麻烦，我才是铁，你们这些义子都是废物，是我古天的垫脚石。你的徒弟不是说他下的天下无人能解吗？不还是被我儿子张子东给破了？你这个怪物，逆天而行，必遭天谴！父王，小子，你毛头小人物，今天把你全都交出，你就为了那奸人魅惑不敢上死堂。今晚别说让他们一家子都一起死，黄泉一河畔，我们的男子。住手！住手！好戏开始了，放开他！看来你对现在的局势还不是很清楚。
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真我神通。真传人遭此难，外边的人把你吹得神乎其神，真是一劫，真让人死亡。原来就是一个狗屁不死的弱鸡。你倒是跟我想的一样，丑陋又恶心。有意思，你既然死到了，就应该知道死到了代价。天元，卑鄙小人！你找死！卑鄙小人，你找死！看你们父子相爱相杀，真是我就要让你们自相残杀，父杀子杀，永世不得安宁。安修约，八海之威，魔王出手，誓为我先定。轻举妄动，我就不敢保证你们这么久没见面，还能不能吃上团圆饭了。到底想怎么样？把一只贼介绍出来，我现在就送他们上西天。给你。儿子。从此以后就是我古无天的了。子东，子东，没有了一尊神剑，你就是一个废物。放他们走！你不仅蠢，还很欠揍啊！刚刚的出来就应该是混金剑，如果我们可以玩个游戏，我也很想做。尊严。到底选择谁？老奴家话太多了，再不出手你就没机会了。看来你执意找死。你已经没机会了，该轮到我了。招招齐武，明明齐武，昊天之力回归本身。在我张子东这儿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我弄死他，杀皇帝那良，我要报。早知道就让你们一起上，浪费时间。这魅惑谷竟然是引燃之谷！想破魅惑谷，你就必须杀父杀母。早知道，这场戏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啊！孙小棠、齐昊天，你们再不了都要累死了。哎，你们！啊！哈哈！这种声音真是太美妙了。你这就是我接受王宗的千古无言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八方威神，十五自然，灵宝覆灭，普告九天，破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早就说过了，邪不压正，今天必死无疑。我的魅惑，没人能解。妈，妈，怎么样了？好孩子，多亏了你，要不然盐城就要遭此劫难了。如果不是你们不断用身体压制着魅惑谷，它的威力绝不止于此，我也不可能解决得了这魅惑谷。引人之谷，
要想彻底将这蛊毒根除，只能吸骨上身。我们现在去医院。放血为引，吸骨上身，轻则蛊毒扩散，重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你一定要小心，小心再小心。放心吧，帮我看着好门外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八方威神，十五自然，灵宝复命，普告九天。破！还不找最好卖给你不逢上，要是我这个东西用不了了，不然你们整一个都不配的。此事，求问。走，我去看看。林大小姐，张子东那个狗东西怎么没有陪你在这块？不会是得罪什么人？不然的话，你。走，进去看看。不能进，你不能进去。放开，不能进，你不能进。住手！张子豪，你果然才是。我猜的没错，这里边应该是你的受伤十年的双亲吧。如果这个时候动动手脚，你会不会就成为整个王城名副其实的野孩子？我会把你错误咬回扒皮抽筋。不信你可以试试。张子多，把我变成了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残废。扒皮抽筋、挫骨扬灰的人是你吗？今天我就要送你们一家三口下去，好让你们在路上有个照应。上。走，住手！子东，你这是做了什么？他让我断子绝孙，我让他丧父丧母，扯平啊！我看你兽性不上定，嫌命长了，给我滚！哈哈哈哈哈！没事吧？毒素蔓延至五脏六腑，元气大伤，连脉搏都没有。子东，你怎么蔓延着？子东，你醒不醒了？想要救治他，只有请虎山隐的师傅白千川出山，用无相真针打通七经八脉，配合天地之灵气，子东方有一线生机啊！无相真针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找到白千川，救子东。哎，林小姐，你这是干嘛？求胡神医告知你师父的位置，救救子东吧。我师父的位置我真不知道，但是无相神针我也能给子东施针呀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过去吧。林小姐，门外稍后。啊。真会无相神针，蠢货！会不会中你的计？中的是张子龙，必须得死！胡神医到，伯父，胡神医请来了。怎么是你？你也敢自称神医？哼！张震，好久不见呐，还活着呢。哼，命还挺长，不过。你不是太欢迎我哟？没关系，不欢迎我走就是。哎，胡神医，伯父，胡神医说他会无相神针，可以救子东。不可能！哎呀，人家胡神医是来救咱儿子的，你还不赶快让开？他在芒城开黑店，挣黑心钱，多少人被他误诊，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无相神针呢？人家胡神医师传白千川白神医，他不会无相神针，你会呀？啊？胡神医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快给小儿诊治吧。胡神医，您快救救子栋吧。好吧，让我来看看你们这个半死不活的儿子。你可要慎重，
敢伤了我儿子，绝饶不了你。死马当活马医吧，能不能医活，看他的造化。儿子，诈骗犯，人不行了，准备回去吧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四哥，哼，你家老的老，死的死，还想跟我斗？你们不会天真的以为我真给他看病来了吧？告诉我，心死的慢，我是来送他一程。你，吴商议，你骗我！吴商议，我们张家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为什么？大家只认医圣张震，谁又认识杏林圣手胡商言？哼，什么狗屁医尊，在我眼里都是垃圾，都得死！今天我弄死张家！哼，你敢违背小人！来呀，弄死他！住手！算个啥东西？张家撒野！你来了又怎么样？张子东他已经不行了。没想到这盲城已经成了你这个废物的天下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这。不成器的东西，就你也配自称神医？白某，我叫不言，往二楼的书来，来，您快去。等一会儿啊，给你算账。哎呀！子东，你醒了！就当张家永世无二。是。带上来。演的，学术不端，心术不正，从今往后。你们不再是我白千川的弟子了，把他们推出去废了。慢着，慢着。白老，不是父子如我父，害我心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死去，绝不能饶恕，就交给你了。哎呀，救救我们白老，救救你，救救我！别求了，今天就算是大龙神仙来了，也保不住你们。你们两个还有什么遗言吗？都是我爸，是他自作主张要害你们张家的。这样，你把他给杀了，你把我给放了。义子，我真是白养你了，你个白眼狼啊！爸。都这么咬死了，你说的就晚了。要是把我给杀了，我祖国就不会放过你。儿啊，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！笑话，活着的时候不怕，还怕你变成鬼？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我有很多钱，我都给你。救你张家，能买你这条命吗？求求你别杀我！求求你别杀我！我不会杀你，我会把你扔到后山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那儿有很多野狗。拉出去！求求你，救命吧！救命吧！怎么样，子东？你的腰，我腰肯定没事，保证不影响的。你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？那个，咱们不是还有事吗？是，走，快回房间，我给你上点药。哎呀，今天真是要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就要死了呢。这么舍不得我死啊？这有什么舍不得的？
大不了我再招一个上门女婿。你敢？哎，你要是敢招，我就敢找孙小棠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孙小棠的姑娘对我情头有多深。好啊你，你竟然都想好了。好，我的腰。子东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。来人！我们结婚吧，明天，好不好？来，把你们这儿最贵的、最豪华的婚纱拿出来。现金还是刷卡？这是什么规矩啊？先消费后试衣，这就是我们店里的规矩。拿去刷，我要最贵的。好嘞。拿一张金卡在这儿糊弄谁呢？没钱就赶紧滚！在这儿装什么大款？你被开除了，明天就不要了。刘首富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行了。听说小神医要办喜事，店里的婚纱随便挑，就当是我送你的新婚礼物。我终于等到这一天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愿意嫁给你眼前的这个男人吗？爱他，忠诚于他，无论贫穷还是患病。我愿意。你愿意娶你眼前的这个女人吗？爱他，忠诚于他，无论贫穷还是患病。我愿意。好，请交换戒指。青云，怎么了？青云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，青云，你最近还有一些什么不好的状况？最近就昏沉沉的，总觉得特别累，还特别想睡觉。哎呀，青云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好多了。怎么，是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是出大问题了，青云有宝宝了！我要当奶奶了！